好，今天我们要学的题目是110年国中教育类会考非选择题第一题。那题目是：碳足迹标签是一种碳排放量的标示方式，让大众了解某一产品或服务所产生的碳排放量多寡，如下图13所示。那碳足迹标签的数据标示有其规定，以碳排放量大于20公克且不超过40公克为例，此范围内的碳足迹数据标示只有20、22、24、38、40公克等11个偶数。碳足迹标示的决定于碳排放量与这11个偶数之中的哪一个差距最小，两者对应标示的范例如下列表二所示。比如碳排放量 20.2 公克，那碳足迹数据标示就是20公克。好，那我们再讲一个 21.0 的话，就是20公克或22公克都可以。那 23.1 公克就最接近24公克。那请根据上述资讯回答下列问题，并详细解释或完整写出你的解题过程。第一小题，若一个产品的碳足迹数据标示为38公克，则它可能的碳排放量是最小值与最大值分别为多少公克？第二小题，乘第一小题，当此产品的碳排放量为减少为原本的90%时，请求出此产品碳足迹数据标示的所有可能情形。那这题主要考学生或者学生应具备的一个能力，第一个是阅读能力，第二个运用数学解决的日常生活能力，第三个单纯的范围判断。好，接下来解题，就第一小题就是一个产品碳足迹数据为38公克，则它的碳排放量的最大值或最小值分别为多少公克。那我们就先就取36跟38的平均值，还有38还有40的平均值那36加38除以2等于37，那38加40除以等于39，那我们设产品的可能的碳放量为 S， 那除出来结果是 S 大于等于37，小于等于39，所以最小值是37克，最大值为39克。那第二小题是，就是碳排放量减少为原来90%的时候，那此产品的碳足迹数据标示所有可能情形，原来是我们假设 S 是大于等于37，小于等于39，那90%这三项都除以百分之乘以90%就是10%，那算出来结果是 0.9S 大于等于33.3，小于等于35.1。那各位同学看一下，33.3或35.1，我们先看33.3是比较靠近32呢，或比较靠近34。那34减33.3的结果是 0.7， 那33.3跟32来减的话是 1.3， 所以是跟34的差距比较小，所以我们是取34。接下来看35.1的部分。
35.1 是比较接近34还是36？那36跟35.1相减是 0.9， 那35.1减34是等于 1.1， 所以是跟36差距比较小，所以它的所有可能性是多少？34或36克啊，这是第一小题的。好，接下来看就是飞行的第二题啊，这也是重视生活情境的题目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题目。那凯特平时常用底面为矩形的模具啊制作蛋糕，并以平行于模具任一边的方式进行横切或纵切。横切都是从模具的左边切割到模具的右边，那纵切都是从模具的上边切割到模具的下边。好，用这种方式可以切出数个大小完全相同的小块蛋糕。在切割后，他发现小块蛋糕啊接触模具的地方外皮比较焦脆。以图14为例，啊，就是下图。横切两刀，纵切三刀，共计五刀，啊，那切出是，所以切出几块蛋糕，就是它的长宽来讲，就是比它的刀数会多一，啊，所以是长就是宽来讲就是2+1，长就是3+1，所以是3×4等于12个小块蛋糕。那其中侧面焦脆小块蛋糕共有10个，所有侧面都不焦脆小块蛋糕共有2个，就是中间这2块。好，请根据上述切割方式回答下列问题，并详细解释或完整写出你的解题过程。第一个，若对一块蛋糕切了4刀，则可切出几块小块蛋糕，请写出任意一种可能的蛋糕数就可以了。第二个，经凯特根据一场聚餐的需求，打算制作出恰好60个所有侧面都不焦脆的小块蛋糕。为了避免劳累并加快出餐的速度，在不超过20刀的情况下，请问凯特需要切几刀才可以达成需求？写出所有可能的情形。这题也是学生需具备：第一个，阅读能力；第二个，切蛋糕经验；第三个，因数与倍数的应用。接下来我们开始就解题。第一小题，总共切4刀。可以切出几块小蛋糕呢？那4刀有可能什么？有可能是22，也有可能什么13啊？那如果22怎么算？22就是，如果是22的话，就是2+1，宽也是2刀，也是2+1，所以总共有几块？就是有9块小蛋糕。那如果是就是22，其实也有可能是什么13啊？如果是宽切一刀，长切3刀的话，那总共可以几块蛋糕？那就是1+1×3+1，所以等于了4、2、8，所以他问我们总共有几种可能，所以是9块或8块都可以啊。这是第一小题的。第二小题，他说要制作出60个所有侧面都不焦脆的小块蛋糕，而且不超过20道的情况下，请问凯特需要切几刀才能达成这个需求？好，那这基本上考我们先这个因数倍数的概念啊。那60的因数啊，就是它的多少乘以多少会等于60呢？就是有什么
1乘以 60， 2乘以 30， 或者3乘以 20， 或4乘以 15， 或5乘以 12， 或6乘以 10， 啊，这是它的因数倍数概念，啊，所以大概有这六种切法，啊，所以我们这六种组合的话，那它的外边呢，长方形外边是什么？外边一般都是比什么？刚刚讲的，比它里面的那个小蛋糕数会多二，所以长宽都会多二，所以外边的长是第一个来讲是啊，就是一加二乘以60加2，第二个是什么？二加二乘以30加2，啊，第三个就是三加二乘以20加2，四乘以15就是四加二乘以15加2，五乘以12。就是五加二乘以十加二，六乘以十，这个组合就是六加二乘以十加二。因为我们刚刚有个图形判断，就是外部的长会比内部的长都是长宽都会多二。那刀数呢？那刀数就是会变什么？比如说三的话，切3块，刀数只要几刀？2刀。所以你知道刀数会比这个外边的长宽少几？少一，所以一加三刀，所以三刀减二，减一就剩下2刀啊。那62减1是吧？61刀，所以第一个算出来是吧？二加61刀等于63刀。第二个，外的宽是长32，所以各减一之后变成了三跟31，所以加起来多少？34刀，第三种，三加二五，20加2是吧？22，所以各减一是它的刀数，所以剩下4加21等于25刀。第四种，四加二等于六，15加2等于17，所以刀数各减一是5加16，所以是多少？21刀。第五种，七加十四啊。17乘以14，所以减一是6加13，啊，是19刀。那最后一种，6加2是8，10加2是12，各减一是它的刀数，所以剩下7跟11，啊，7加11是18刀。那这一题目要求不可以超过20刀，就最多等于20刀，所以只有哪一个，哪几种情形符合？所以只有其他都超过20刀，所以只有19刀跟18刀是符合的。所以这题只有两种可能，19刀跟18刀。以上是这两题的解法。好，谢谢大家。